盘点《射雕三部曲》前六十高手，第二名九阴真经黄长，实力未尝人物中天花板级别，《射雕三部曲》顶级武学九阴真经的撰写者。按照周伯通的口述，黄长原本是北宋末年徽宗治下的一介文官。如果按照历史时间推算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乔峰在雁门关自杀时，黄长那年刚好50岁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、毫无武功在身的小编。67岁时，他奉旨编纂《万寿道藏》，因害怕在编撰时刻错了字，所以就逐字逐句极为细心的校读。没想到几年过去，黄长竟然无师自通，从《道经》中悟得了高深武功，一跃成为天下间有数的高手。此时波斯明教传入中土，徽宗皇帝只因信奉道教，便下旨要76岁高龄的黄长派兵去剿灭明教。朝廷中人哪里是武林高手的对手啊，所以打了几仗之后，朝廷军惨败，黄长一怒之下便亲自去挑战明教高手，一口气杀了几个护教法王和光明使者。黄长因为杀的人比较多，其中难免有一些是江湖大门派的弟子，于是这些门派之人一股脑全出来啊，嚷嚷着要报仇，将黄长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。黄长再厉害也不可能是整个天下的敌手，于是就逃到一处偏僻之处躲了起来，然后将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一招一式全部都记在心里，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。大约40年后，黄长自认为已经可以破解了所有仇人的武功，可当他再入江湖时，却发现他的仇人除了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别无他人。黄长感到时光荏苒，他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此刻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还给那老婆婆喂粥服药。事后黄长觉得自己毕生武学不能就此淹没，于是将毕生所学铸成九阴真经传至后世。黄长排名整个三部曲第二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他的实力就是整本九阴真经。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，第一名剑魔独孤求败，实力未场中人物天花板级别，神雕侠侣中未出场人物，号称是纵横江湖30余载，杀尽仇寇奸人，败尽英雄豪杰，天下更无抗手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夺。如果仅从神雕侠侣的记载来看，独孤求败的水平可能最多也就是杨过水平，毕竟旁白杨过认为即便是独孤求败复生也没有办法再教导自己，而且杨过在20岁持玄铁重剑就几乎无敌于天下，独孤求败40岁时才有类似的成绩，杨过27岁时木剑水平就非常高，而独孤求败是40岁之后才开始逐渐进入无剑水平。不过如果再考虑独孤求败在笑傲江湖中的记载来看，独孤求败除了无敌的内功修炼法门外，还有上乘剑术独孤九剑。在金庸百问中，当有人问金庸杨过到底练成了独孤剑法没有，他的武功境界到底如何时，金庸的回答是有一部分因为独孤求败传下来没这么完整，所以他的剑法没有很强，但是他的内力强过令狐冲，因为16年在山崖对着瀑布练习内力甚强。所以在金庸先生的设定中，独孤求败有两大成就，其一是内功，其二是剑法。其中杨过在神雕的帮助下学到了独孤求败的内功，而令狐冲则是学到了独孤求败的无上剑术。独孤求败这个名字在金庸武侠世界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，虽然从未出场，但是金庸两本书的男主角全因得到他的传承，从而无敌于天下。尤其是杨过得其武功就这么强，可见其生平实力完全对得起射雕三部曲的天花板。最后再来说一下独孤求败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人物。关于独孤求败的存在年代也有如下的记载，杨过初入剑冢时认为武林各位前辈从未提到过独孤求败其人，那么他至少也是60、70年之前的人物，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是比王重阳略早几十年的人。然而不久杨过与裘千仞一战中，一灯大师就完全不认识杨过的武功，原文是一灯越看越奇，自己见多识广却也认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术，这柄剑如此沉重亦奇妙之极。由此可见一灯对玄铁重剑和杨过武功一无所知，而一灯当时已有80岁左右，可见杨过当初的猜测可能并不准确。16年后杨过在百花谷见周伯通时，周伯通对神雕的来历很感兴趣，杨过说这位雕兄不知已有几百岁，他的年纪可比你老得多呢。杨过此时与神雕已一起度过了16年，杨过能这么说显然不是幸
信口开河，也就是说这只雕真的可能存在了几百年。按照独孤求败的自述，弱冠前已知与和硕群雄争锋，所以独孤求败年轻时期去过和硕。和硕是一个地域性名词，指黄河以北这个区域，在北宋时为辽国和西夏占据，不符合独孤求败年轻时与其争锋的描述，所以独孤求败大概率的生活时间早于北宋。独孤求败姓独孤，该姓起源于鲜卑族，这个姓氏在隋唐时期非常的活跃，比如历史上隋文帝的皇后就叫独孤伽罗。那如果这么推算，独孤求败大概率是隋唐至五代时期的人物。而跟和硕一词相关最有名的便是和硕三镇。和硕三镇是唐朝末年在和硕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，到了五代时候，晋皇帝石敬瑭把和硕三镇的大部分地区送给了契丹，和硕一词才开始淡出历史舞台。另外，杨过认为独孤求败见种选址，占尽形势，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文武全才，所以他生活的时代极有可能是一个大乱世。所以如果按照独孤求败的姓氏、雕存在的年龄、和硕一词为线索的话，猜测独孤求败大概是唐末安史之乱至五代后晋之前的人物，大约早于天龙八部时期150年，早于射雕时期250年。从杨过到独孤求败都是三部曲中天花板的实力，其中杨过和张无忌是出场人物中的天花板，而王重阳、黄常和独孤求败是未出场人物中的天花板。